施主噩梦，是四梦，梦见从前的事。施主若能远离颠倒梦想，即可破烦恼障，立地成佛。阿弥陀佛。 好了好了，我们家殿下日后是要成为圣主的，哪有时间听你啰嗦？殿下，他们都过去了。陛下。 皇太子殿下，为先皇后守孝，已满三载，年逾双十，尚未昏冠，此乃开国百年前所未有之事。出宫去吧，卢尚书。 数掌齐王，久居京都，未赴封国，人路纷纷，人心惶惶。殿下，殿下，不能去。 不能去，听我的。哎，殿下，还有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这种时候给人送手炉，陛下会怎么想？别说惯例办不成了，你这，殿下，哎呀，难道你还要再给齐王可乘之机吗？你忘了三年前的事了？ 臣等请令齐王之班，臣等请为皇太子殿下观礼。陛下，太子殿下来了。 他一个人来的，哦，还有几个内臣，他们带着手炉还有大茶，好像是送给卢尚书他们的。
到底是他的老师啊。卢氏与他们出宫了吗？是，娘娘。圣旨都不听的人，太子一来就听话了，你说陛下心里？会怎么想？大郎去见陛下，还没回来吗？他做的人情拱手送给了朕，你说朕是该谢他还是应该？爹，若是三郎加了官，儿是不是就真的不能久居于爹爹的膝下了？去给你娘请个安，也出宫去吧。干政之过，他就这么一走了之？殿下没有走。臣萧定权，身为储君，有干预庶政之嫌，特来向天子请罪。是陛下让臣带给殿下的。殿下是不相信臣，还是不相信陛下呢？是御赐，殿下脱下的，就是抗旨不满。是臣四人奉献，殿下穿着的，
就是请罪不成。信与不信，穿与不穿，都在殿下。朕给他的衣服他穿了吗？小人这就下去再看看。不用去，他不冷。这三郎又不想得罪陛下，又不想让卢世瑜吃亏，真让卢世瑜放手一搏，他这观里还有一线希望，什么都想保全，到头来什么都保不住。太子早过20岁，那群清流使尽解数，陛下还是不肯给他加冕。3年前你观里成亲，本说早该去封国了，可是陛下就是不肯放你走。启禀娘娘，大王，武德侯进宫了。顾思林，他赋闲在家，他来干什么？臣顾思林叩见陛下。母之多礼，快快请起。谢陛下。重阳之后，母之好像就再没进过宫了吧？是。那这次来是为了？有些事，臣想面奏陛下。这局棋从重阳摆到了现在，朕还以为穆之总算想起陪朕了局，看来啊，不为太子，穆之是不会进宫的。陛下，臣谢陛下。朕处分他不为别的，
朕屡次告诉过他，身为储君，比侵藩、比成功，更要知道自重。有些事他不该碰，朕也不允许他碰，这是为他好。穆之，你能够体谅朕吗？陛下，臣这次真的不是为了太子殿下而来。姑父，犬子获悉密报，前锋过后，已经集结大军十万，大有来犯之意。这么要紧的军情，李明安为什么不报？陛下，巡防。陛下，连日大雪，军报有所延误，陛下息怒。下至常州，李明安，夺奉申斥。是。李明安书生将兵，怕是要无大事啊。事关国运，仓促之间，穆之以为谁可以为干城？若陛下以为老朽尚堪驱使，老朽便以朽病之身再赴北疆。父亲。现在成州200,000驻军，皆为穆之旧部，除了你，恐怕没有第二人能够调度指挥。有穆之这句话，朕就臣只怕又像3年前令朝野议论呢。臣身为外戚，拥兵自重，恐臣犯军威，有伤圣上英明，也不易于太子殿下呀。社稷有失，朕就是罪人。孰轻孰重，朕心中岂能没有定论？你放心，只要你不负国家，朕自不负你顾司令。
陈王，军报李都督不是一早就送到了吗？难道是想让武德侯主动请缨，才……那明天还要下旨申斥？这千圣之尊在雪地都跪了半天了，李都督受点委屈算什么？娘娘，燕安宫传出来的消息，武德侯在掌兵权，圣旨三日之后皇太子殿下元服冠礼。阿西，弟弟，希儿，弟弟，嗯，卢尚书来信了。是啊，希儿，你许久未见卢尚书，照着这画再画一幅，制成屏风，带到京城。替他贺寿吧。往年爹爹都是差人送去贺仪，为何？卢尚书说了，陛下已经同意为皇太子冠礼，随后齐王也会支藩。卢尚书已经举荐为父入京，任御史忠诚。可爹爹在产马任上还有很多未尽事宜。嗯。我知道了，皇太子冠礼跟武德侯再次出兵有关系吧？哎，越大越不像话了，到了京城断不可再如此大胆。女儿知道了，现在前兴居其位，局面正好，爹爹应该高兴才是啊。嗯，京城雪深呢，我们的这位储君也许还不如这画中鹤自由潇洒。立清晓于丹池，舞飞荣于金阁。鹤，实为猛禽，可以搏鹰啊。蜀中山河，自由辽阔。此去经年，不可复得。那时怎么会想到，能够搏鹰的他，却又于金桂玉堂，眼望山河。那些他爱过、恨过、拥有、失去，苦苦追求不得，奋力挣脱不得的，所有他生而为人的一切，我非但会旁观。还将清理。醒醒，醒醒，醒醒！哎，冠礼就要开始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嗯，舅舅，
离京了吗？走了。没有旨意，我也不能去送他。衮冕应该都准备好了，快去更衣吧。卢尚书，恭喜了。玉珠九流一顶，素纱中单一件，五张玄衣一件，九张勋长一件，玉带一条。这是金带，玉带呢？上父恕罪，小人这就去找。玉带是天子和太子专用的符纸，这是禁约。那大王就治小人的最好了。朝大姐，姐姐只要上楼，把这讨伐檄文当着天下人的面抛下去，剩下的事我和岳丈中书令来办。找到了吗？没有，去库房找找。东西找到了，是我收起来了。误了大事，吴内人你担得起吗？快给殿下送去，回来再处分他。仗着上父宠他，越来越不像话了。
姐姐只要上楼，把这讨伐檄文当着天下人的面抛下去。这几个字认得吗？庶人枉此同法同行，君子今日枉言成人。皇太子驾到。殿下恕罪。可以恕罪，不过要先替我当一点小差事。快点啊，丹凤门那边应该已经准备好了。张内人，你的手怎么那么冷啊？你是不是也着凉了？你就早是上副局的首长了。殿下不要再用以前的称呼了。我这么高的时候，张内人就跟在皇后身边供职了，他是我娘的故人，是吧？哎，今天是我冠礼，张宁去吗？国家大典，小人没有列席的资格。去吧，就当是带我的母亲去。殿下，陛下特命臣数位陪同殿下同往丹凤门。臣遵旨。快起来吧。张内人刚刚想说什么？小人想说，殿下的头发又黑又密，跟皇后殿下的一模一样。说起这个，张内人刚去中宫的时候也打碎过皇后一只玉簪吧？是。那根簪子是玉刺，你怕受罚偷偷躲起来哭，是我可怜你，我瞒着皇后把断簪藏了起来，直到现在都没有人找到。张内人，你哭了别怕，我帮你藏起来，不会让皇后知道的。我是你的恩人，对吧？啊，是，是殿下救了我。大哥，我们走。殿下。